第一个文法观念，所有句子皆以五大句型为基础，再长的句子都是额外附加结构所形成。 B， 凡有句子必有主词动词，所以上面那个空格要写什么，呼之欲出，自己写一个句，一个子句，一个动词，没错。好，一个子句，一个动词。来，所谓的五大句型，我们只提示你几个就好。所以第一点，你一定要来确认动词的及物或不及物，也就是这个动词接受词需不需要介词。来，所以这里你需要注意哪一组动词？我好像上个礼拜有问过你，就是假装的授予，有抄吧？是不是上礼拜问的？假装的授予是不是？对啊，有人来找你印给他们吗？人家也不印啦，没有的就去找同学，同学都要借你印了，你在那边啊，有找到在哪里的就不用啊。记住哈，就是那我忘记是几十个啦，二三十个吧。啊，就是好像这种动词就要特别留意了。啊，特别留意这种动词的用法。啊，如果没有那个整理的，赶快去找同学印啊。我要讲第二遍了啊，你再不知道在哪里，再找不到又不去印了，打你啊。好，这是第一个。来，第二个，连缀。实义。感官。好，五大句型就是在确认这几个东西，确认这几个动词组。好，你的连缀，你的实义，你的感官。好，我们讲了连缀有多少组，包含起来啊，变成啊，保持啊，结果啊，啊，或者是处于啊，还有这么多不同的种类，但是你只需要知道一件事，就是它的共同点是连缀后面一定接形容词。啊，那几个比较重要的连缀，我刚提到的啊，这叫做结果动词的。好，刚提的 prove to be, turn out to be, 这个是重要的。seem 的用法，这个字是重要的。好 ,remain, 保持依然如何，啊，这都是重要的用法。
这几个很常用到啊，你不管翻译还是写作还是阅读，都常用到这几个啊，这几组所谓的连缀。好，我先把这个往下写哈，这先擦掉哈，不是写错，只是等一下写下面来。来，十义，在国中就学过了，有哪些十义？Make、Have、Let，就这三个，你最常用就这三个。但是麻烦你哈，注意几个点。第一个，你一定要搞清楚你的主被动。我不讨论 let，我从来不讨论 let。let 是允许的，是要求的，我不去讨论这个字。你最常用就是 make 跟 have，没有了。哦，所以这是十义的第一点哈。你要用 make 跟 have，记得你的被动。啊，记得你的被动，所以我们刚刚有没有看到那种被动的 PP 考题，就是这种东西，要小心。好，来第二点，你的 get 是用 to V 跟 PP 的。在你的写作上面，如果你想要做出区别，你必须有不同的写法。但是你老是 let，你各位有太多同学，哦，这个可以使我们怎么样，这个、可以让我们怎么样，动不动就 let，动不动就 let，不对不对，这三个才是好用的。哦，好，第三点。使役的被动只有 make 才有。好，什么情况底下会出现使役被动？就是不明主词的时候。好，The new policy in education is made to postpone its practice。好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新的教育政策被迫被延迟它的执行，意思就是这整个政策没有按照既定的时间执行，被迫要往后延。那请问是谁？谁做的决定？教育部、教育委员会、各级校长、啊，教改委员会、地方政府，谁？教育局都没讲啊，完全没讲。因为主持落在谁身上，我不管是谁啊，那不是重点啊。新的教育政策才是重点，能听懂吗？所以像这种情况底下，他就会用 be made to。
也就连主动者不明白、不明确，不知道是谁，也不重要。好，就是被动的写法。好，最后我们提到的是感官。好，感官，那感官当然就是看啊、听啊、注意啊，这几感觉啊，这几个比较重要的字眼。来，第二个，先找什么，再找什么。主词若为代名词，找出它代替的名词。好了，先找动词，再找主词，填进去。先找动词，再找主词。好，来，这个地方后面讲的主词如果是代名词，我已经说过了哦。你一定要记得，在任何阅读的当中，题目当中出现代名词，你一定要找出它到底代替谁。那我们常见的代名词，像 it 啦，像 they 啦，好，这种很基本的东西。但是有一件事情你要把它搞清楚的，就是。来，除了名词之外，好，除了名词以外，到底有什么东西是代替动作，什么东西是代替已知的子句？好，这些你一定都要搞清楚，不是只有代名词而已。好，不是只有代名词而已。好，这边讲的必备文法观念，并不是要去应付它的文法考题。各位也知道，学测没什么文法考题，好，是要去应付你的文艺选填，应付你的课漏字，应付你的阅读理解，跟最后应付你的翻译写作，全部都用到这些东西。好，当然，如果你的英文底子比较弱，体质稍微差。那你还是把单字搞定，那是唯一目标，好，唯一目标。我已经跟你讲过了，你把整张考卷翻成中文的，你会不会考得好？会嘛？那就对了，那就对了，单字搞定就好。好，好了，OK，来，我们看什么东西代替已经知道的动词。第一个助动词，第二个不定词的 to。I like to， 那个 to 代替什么动作 ？He love to， 那个 to 代替什么动作 ？She doesn't want to， 那个 to 代替什么动作？你都要很清楚，好，很清楚。那什么东西代替已知子句啊？已知的子句哪一个？哪一个字代替已知的子句？很简单，能够代替子句只有一件事情可以代替，叫做冠带的 which。而通常它代替的子句都在 which 的前面，所以这非常容易理解，好，非常容易理解，OK。